400电话号码如何申请。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会根据自己16年的业务经验，做一个全方面讲解400电话号码如何申请的视频。之后，我会拿一个特别好的400电话号码送给大家，这个号码只需要预存500话费就可以使用一年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首先400电话号码申请特别简单，只要是正规公司有营业执照就可以申请办理400电话号码。400电话号码的申请流程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找到专业正规的400电话服务商，获取400电话号码价格表，然后选择要申请的400电话号码和套餐，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就可以申请开通。开通时间一般为3到5个工作日。400电话号码开通好之后，设置企业彩铃、语音导航和转接号码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下一期我会接着讲400电话号码如何申请，价格才会更合适。现在发福利号码给大家，号码是40081239×9，倒数第二位是为了保护号码隐私。这个400电话号码只需要500一年就可以申请办理。